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时局精解，我是段荣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围棋自战对局的第十九局。前面十八局呢，我们欣赏了很多精彩的战斗，这相对于比较平淡的棋局呢，似乎我是更愿意看到阿尔法在激战当中的表现。那么下面这一局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呢？我们先来看实战。星位啊，阿尔法执黑，这个连续下了第一招，连续下了几盘小目之后，现在又回到星位了。除了星和小目，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他以其他的方式来开局。白棋走这个小目，给它挂。好，下边两招，小飞和点三三，这都是就是阿尔法围棋的标志性招法。白棋挡这边。黑棋爬。这个挡的方向啊，如果挡这边，在这边难道不是成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吗？而如果你挡那边的话，被爬过来以后，将来一旦万一白棋在这儿需要落个后手，被黑棋一拆，不是给黑棋留下一个这个绝好点吗？这个就是说，我们人类一般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概念。但是阿尔法呢，它就是挡在这边的，所以对这个点角的变化以及它什么样的局面也应该选怎么样选择，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。现在白棋在这个角上肯定不可能选择长这个啊，如果现在白的就这么下，让黑棋拆到这儿来的话，感觉白的有点太过于无谋了。这边被黑棋爬过来，这变成一个漏风的空，这外势又被黑棋拆到绝好点限制住，这个白的肯定是不乐意的。那么现在也不可能选择连扳被黑棋吃掉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假设那么唯一如果白棋要在这儿走，比较好的下法就是扳完连扳下来。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呢，这边是黑星啊，黑星的话黑棋有可能断打然后提掉，这个白棋争不掉，白棋是争不掉的。实战，白棋脱先挂角，脱先挂角，黑棋简单的小飞应一手，白棋又挂，这个时候黑棋没应啊，黑棋打吃。当然我们也不知道黑棋如果就这么再应一个，白棋下面的后续手段会是什么呢？好像除了这个扳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好的棋可以下。黑棋实战脱先了，这里打吃完立下当然也是价值相当大的一步棋，打吃立下。白的双飞燕，靠压，前边十八局当中有两盘棋也出现过这个双飞燕完了靠压这个下法，白棋都是选择的拖，都是下的拖。
这一盘白棋变了，它变长了，长在这儿。我们一般的感觉能拖进去，白棋前进一路，黑棋后退一路，能拖拖一下，应该不会亏。但是呢，它前面两盘拖了之后，这盘是长的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或者他觉得拖和长差不多，或者这个局面长有什么特殊的理由，这个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然后小箭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定式，黑棋小箭，白棋小箭，黑棋尖顶是棋形的要点，把这个根据地给顶住。那么接下来白棋如果搬，黑棋挤，白棋接住，这是老定式的下法。黑棋挡角呢，角上是有棋的，白棋有这个加进去的手段。黑的力的话，白棋一顶一度就度过了。那么最古老的下法是这样，黑的力在这儿，让白棋度过，然后黑棋断掉，这也是一种，也是一行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。那么这盘白棋没有马上搬，而是拆这个，拆这个还是很合理的。你如果走这个，黑棋挤了之后，黑棋恐怕不会这么挡，黑棋应该会加工过来。这个加工相当大，白棋这三个子变成孤棋了。拆，那么白棋拆了这边，黑棋当然要在上边加工，这也是合理的下法。白的这一扳，这黑棋是不能挡的，挡被一打再一冲冲断，所以挤是必然的。白棋这时候是虎，白棋并没有虎，白棋先打一下。先打一下这个，反正往外打这颗子的价值也不大。白棋判断打掉算了，打掉再一虎。黑的刺一下先手便宜，这棋反正不可能往这儿搬了，往这儿搬等于送白棋作业。既然不存在搬的可能性，那黑棋就刺掉。下一步棋值得注意，下一步棋它是搬这个，搬这个，白棋挡住之后，黑棋再断吃。先搬一下，就这边来说肯定是帮白棋走后了，略有肯定是亏损的，但是呢他也是没有办法，这黑棋总是想断吃在这儿。如果不断在这总不至于这样吃，这个太难过，眼位也不够。但是断的话呢，白棋有一个白棋跑的问题，白棋一跑你是吃不掉它的，吃被跑黑棋自己死了。那么黑棋必须打吃这个，如果能打到一下的话呢，黑棋再这样打，然后虎先手就要断。如果都能交换到走成这样呢，脚上还留个打劫，留个打劫吃白棋，这个黑棋是可以满意的。但是黑的打这个的时候，白棋未必粘，因为你这已经刺到一下，这个刺还是体现出它不好的一面，已经刺到一下，白棋有可能这么打，然后再度过。因为白棋把这一圈空捞了之后，一看转身一看，黑棋这块，黑的这块还一个眼都没有。当然白棋未必现在就这么下，但白棋比方说跳出来之后，残留着跑的这个手段。而黑棋搬到以后再打的话，就基本没有这个问题。白的如果再跑，黑的打吃，白棋接上的话，黑棋这么一打，将来留个打劫，
白棋如果立下，黑棋就接上。白的接的话，将来加完一路度，还是有打接的手段。而白棋不可能搬一个，主要是防了白棋拐打。白的拐打呢，黑棋踢掉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交换完，你走这个度不过，被黑棋断死。所以黑棋在权衡利弊之后，这个搬虽然对这边损一点，但是黑棋认为是有必要的，所以搬完再断吃。白的跳出，黑棋这样拐呢是俗手，白棋一长很舒服。那黑棋点在这里，点在这儿，白棋挡了之后，黑棋再顶，点完一顶，啊，这棋白棋也不好走了，索性就脱先了。再走下去，白的也不知道走哪里，接住显然太委屈，被拐过来。如果要冲出来的话，黑棋这个冲下去很厉害，但是现在就算黑棋搬这个出头，你拐的话还残留一冲，接回去的话黑的粘上，这边也受到了有一定的受伤的感觉，那白的也不好走。那么白棋脱先了，正头正是一个要点，这地方如果被黑棋走过来的话，白棋这块还没完全安定。正头把自己这块加强，同时呢进攻黑棋这两颗子。黑的是大飞跳，这个压是先手，白棋跳一方面要封住黑棋，一方面这里瞄着靠下去这种手段，这棋形掌握的相当的，怎么说呢，很紧凑下的，黑棋小箭，这要度过，这边要飞出来，这块基本上算是处理好了。白的先手走两个，这块加强了之后拖，对这个小飞的棋形啊，阿尔法围棋特别喜欢的是拖。在这个局面，他也没有选择在这一带加攻。普通的感觉，这个加攻也是很好的一个点啊，又可以照顾这个子，又进攻了黑棋这个孤棋。他把这样的点放过了，他强调脚地拖进来，这个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啊。黑棋打吃，接上。关于拖的这个基本变化呢，在有一盘对局当中，有一盘啊。前面的阿尔法对局当中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一下，黑棋大致最常见的就是打吃这个，接也是一种变化啊。那么白棋虎在这儿，白棋构成一个相当好的富有弹性和眼位的棋形。那么打吃，这是一个常见的下法。如果冲下来，应该说在这个局面，对于这个局面冲下来恐怕不适用。白棋就把角吃掉，当黑棋翻打上来的时候，白棋就接上。黑的这几个子有一种马上就要受攻的感觉啊，被白棋进攻了。那么接上是正常的。接上白棋挡和吃两个选择呢，在这个局面毫无疑问应该是选择挡啊，吃这个呢价值太小。
如果走成这样被黑旗啊，黑旗先手冲下来，然后站到这下边的好点，白棋有走到价值小的地方的这种感觉。在上一盘出现这个脱了扳的棋形的场面呢，黑棋做了一个特别特殊啊，就是星位小飞的这一方做了一个很特殊的选择，是倒虎在这里啊。而这盘呢，它是就简单的下了一个我们人类常见定式，打粘完了立下，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理的选择。下一步白棋还是贴，这地方不贴他就觉得不舒服，不贴不管你拆在哪都觉得松缓，拆远了有打入，拆得近呢感觉棋形比较松缓，遇到一些极端的局面，黑棋甚至可以有加的这种可能性啊。那么就算是黑棋上边压一压，白棋也觉得被压扁了，而且拆得远离对这个子也缺乏压力，贴在这里。黑棋飞出，飞出，这出头也有相当的价值啊，可以进攻这一块，将来也瞄着白棋这一块，也不是100%的安定。白棋呢跳，那黑棋爬的时候，白棋再粘回来，跟压了压其实是一样的。那么跳呢，让黑棋多了一个选择，你要不要冲一下？冲了再拐，给黑棋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，也就是说给黑棋多一个犯错误的机会。白棋判断你冲一下亏了，所以我跳一个，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。黑棋单爬，白棋粘上，这个时候我们普通的感觉啊，黑棋可能会考虑在这一带拆，这一带拆，如果能点到一下的话，点完在这一带拆，又照顾这个子，又对这一块白棋呢有一定压力。当然，这点不点得到是个问题。点的时候白棋跳这个，如果大家看到过阿尔法围棋和柯洁的三番胜负的话呢？对这个棋形应该是还有印象的啊。点的时候白棋反击啊，这个棋形的白的一方是这个阿尔法围棋，黑棋爬的时候白棋断一下，然后啊轻妙的一跳，当黑棋冲的时候白棋又搂打一下，然后再一长。柯洁对阿尔法的实战局部下成了这样一个棋形。这盘棋黑棋没有在下边走棋，黑的迎头一靠，这个靠的手法在我们前十八局当中的某一局也是出现过的，迎头一靠啊，我们给大家做过一点解释，就是白棋如果长的话，黑棋能够拖到虎道，这一靠避免了白棋的翻打的变化。如果你直接想拖虎呢，白棋一定是要翻打的，而这靠了一下阻止了白棋翻打，白棋翻打被黑棋打下来，白的受不了，所以如果能走成这样的话呢，黑棋这个子变得有弹性，这里增加了一些眼位，把白棋往里挤了，迎头一靠，白棋呢不肯长这个，白棋是扳，
之后黑棋是紧紧的一间夹住，一间夹，在这边拆在这一带，他都觉得不够近，可能被白棋拆，白棋安定，夹在这里，白的往中间跳。好，黑棋这时候跳这个，这当然不能被搬了。白棋的选择无非是跳或者长，长一个呢感觉更有利一些，跳的话黑棋这边再长先手，白的这就没剩下什么空。长的话黑棋爬，白棋是要搬的，黑棋打入，在这个夹缝当中黑棋是寻求到了一个战场，可以说打入在这里，下一步要封白棋，白棋靠出，黑的是扭断，打入瞄着两边，这边封和这边断，黑棋在这里，在这地方居然跟白棋站起来了。白棋如果立这个的话，黑的次先手这一打包进去，这被滚包白棋显然受不了，所以这个手段也是相当精彩，非常的能纠缠，绝对不能被包进去，所以白棋挺头断向一方长，挺头，那么黑棋当然是打吃，然后冲下来，又在一个非常意外的地方，非常意外的地方形成一场转换，打了冲下来了。白棋立下，这也是现在唯一的应手，立下来。黑的如果再冲呢，白的这一断打把这颗子给吃了，黑的不能再跑了，很显然白棋打吃是先手这一臂必死，黑的只能拐，那么白的踢掉，吃成这样白棋相当的厚，所以黑的没有冲下去，而是拐在这儿，只能拐在这儿的话，黑棋这个脚上所得的目数也就有限，白的先拐打一下。你不是刚才冲下去担心这颗子被吃掉吗？那所以我拐打的时候你是一定要要的，所以白棋不失时机的拐一下，然后再拐这个，黑棋打吃再散散。感觉黑棋这个打入进去然后扭断的手法虽然确实是非常精彩啊，确实很精彩，但是最后算算总账，黑的真的便宜吗？也很难讲，因为他这并不是那种能冲下去一个大脚就给端掉那种棋形，他只不过是又拐回来然后吃在这儿，将来我们看白棋如果能粘上的话，黑棋这个脚上其实目数所得也很有限，而这边的损失打入一下被靠在这儿，然后这个子又被吃掉了，黑棋损失也是不小，所以黑棋这个下法，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精彩手段是不是真的便宜，这也是值得探讨啊。黑棋吃在这是本手，断吃呢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，因为断吃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白棋贴这个成为先手了，黑的不能往外走，这一长打吃先手扳死，黑的还得再补一手，贴这个是先手，对于外边还是很有价值的，白棋可以保留这个贴的先手，将来当然白的也有可能选择打了度过收官，或
或者在这边有子的时候这样点进来这种手段。所以打吃一手走干净是本手。那么白棋扣吃掉。黑棋拆一。白棋这贴了又跳了。黑棋这个拆一就显得比较大。否则被白棋点过来的话呢，这块虽然没有死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难免被白棋搜刮一些目数，没活干净。拆一，把它靠。这个是跳的时候就残留的手段，黑的不能下边搬，下边搬被一路顺过去就断了，只能搬上边。白棋断，尖刺一下之后呢，粘上。黑棋搬完粘上是应该说是必然的，黑的也只能这样硬。那么白棋下一步如果吃的话，如果吃的话呢，就可以把黑棋这两个字给吃下来。但是让人稍微感觉有点意外的是，白棋现在靠断完之后，白棋并没有选择吃这个，吃这个也是相当大的。白棋一吃，白棋增加十几目。黑的如果轮黑的走，黑棋补一个的话，黑棋目数也是很可观。白棋并没有吃这个，吃这个的话，将来黑棋这地方的余力大概就是这里有冲，这边可以冲过来，黑棋这块眼位还是不用太担心的。白棋这时候选择了这拖一个，黑的如果搬这个的话呢，白的就断一下先手上边打一下，断完先手打之后，白的就先手便宜了。黑的挡住之后，白棋一架，白的往这一架，黑棋如果吃掉的话，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情况，不走的话白棋先手打吃一下。白棋现在判断这一拖一架，黑棋拖先的话我就打掉一下，这个价值比吃这个大，也比这边加工大。这个像这种地方就是围棋比较难的地方，加工也非常大，吃这个也非常大。照我的感觉的话，我应该不会想到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在这里走一手棋。一起搬。白的先手一打，黑棋接上，而黑棋的选择呢也是搬，这个搬倒是总觉得价值不小的一手。黑棋选择了搬，而也不是下边拆，而也不是把这个粘上。这种地方价值大小的判断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判断清楚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加了这一手棋，这块也变厚了，这块变厚，这块也变厚，那么加工是顺理成章的，白棋变强了，所以加工黑棋。白棋加工之后，这个变化也非常有意思。黑棋跳出来呢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步棋啊，大家都会这么走。白棋跳这个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啊，总不能被黑棋这么照过来吧，理所当然的继续进攻。下一步按
正常的连贯的思路，那么黑棋是不是要跳出去，跳出去我逃出去，同时瞄着、你要不走我反攻、这应该是正常的思路。结果呢，黑棋跳一个白棋跳一个之后，黑的转头把那个接上，这个是也是非常有意思，也是让人感到比较意外的一种下法。这跳一个就算，难道就算先手就逃掉了吗？他一点都不担心被白棋吃掉，这一跳反而亏损了。这也是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，也是比较难理解的地方。好，那么局面进行到现在啊，阿尔法围棋对于一些大厂的它的比较判断究竟哪一个大啊，还有一些行棋的次序上、还是显示出了一些比较独特的、让人比较难以琢磨的这种特点。好吧，我们还是继续来看它的实战。黑的就这么跳一个放着不走了，而下一手呢，白棋也没有去吃它，也没有去攻它，白的这立一下，这倒是没什么，很正常。立一下之后，白棋既没有选择这样封锁，也没有选择这样去围攻黑棋，白棋走的是这儿。当然这步棋也非常大了，走了这步棋，白棋的目数、也增长了，而且将来要搜刮黑棋的脚，白棋这一粘很舒服，这一粘黑棋如果挡住的话呢，白棋这个局部来说、局部而言黑棋是没有活的，被白棋拖了虎在这儿的话，里头只有一个眼，这是一个假眼，还没活呢，所以这一粘非常的大，这个也非常的大，走这个非常的大，下一步有粘的这个后续手段。而黑棋如果提在这儿的话，白棋走一个，白棋先手便宜了，这边也加厚了，不管是震也好，或者是尖这个也好，杀黑棋的这个把握就大多了。但是那么黑棋当然不能在这儿走了，黑棋逃出来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能想到走这步棋，而不是去小尖或者震啊，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也许在他的判断系统里面这样走，是不是担心杀不到黑棋落空呢、也是有可能的。黑棋这个打吃有先手，白棋得在这儿补一手，那么黑棋钻出来有可能全都逃出去，白棋落空了、白棋担心落空，走这个究竟他是担心黑棋，莫非就这样黑棋就这样弃子，或者是利用这种挖之类的手段黑棋出逃。究竟是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呢？这个需要深入的计算。我看上去并不是很怕白棋打吃这个，就是就粘上，因为上边的话我们简单、这个上边提一个白棋还可以跑，黑棋什么都没走到、所以这个挖白的是不用太担心的。那么白棋难道判断封这个黑棋就这么走一走，这倒是也相当大，黑棋增加不少，跟这个对比的话确实相差很远。
总之这地方双方的次序让人感到很奇妙，跳一个脱先。走了这个黑棋当然得跑，再不跑被白棋吃掉的话呢太大，逃出去。白棋当然走这个的后续手段就是这一站。我们刚才说了，黑棋如果走这儿的话，白棋这一拖黑的还没活呢。黑棋往外逃，往外走，下边的手段又很精彩。点点一个黑棋，黑棋粘上那不用说，白棋点一个很舒服的先手便宜。黑的呢也不能挡这个，挡这个被白棋这有个冲，白棋现在就这么断就可以了，或者冲也行。这个冲和这个断打这两个字黑棋都承受不起，所以呢黑棋也很顶，黑棋也很顶，不肯粘又不能挡，那么黑棋先顶一下，问问白棋的态度。白棋这时候下一步也很精彩，直接断进去，直接就断进去了。这个断呢被黑棋一挡，白棋是送死了，这俩是跑不掉的，走这个被一挖死掉了。但是白棋就送，他为能打到一下，然后再一退，黑的当然要吃掉，再一加，白棋送进去，它的好处打到一下，把黑棋这个眼给打掉，那么黑棋整个这块只有一个眼，冲这个的话被白棋打吃，提是后手，这打劫白棋很轻，黑棋整个只有一个眼。白棋飞在这儿，竟然是想到，哎，我要缠绕你两块固棋啊，这样比尖这个好像可能会更有利，够厉害的。往外逃，小尖，让黑棋单关连，这样可以确保自己的眼位啊。黑棋并次，尖了之后就产生一个挖断。产生一个挖断的手段，所以黑棋并次防挖，然后并回来，白棋跳出，黑的当然逃出，白再跳，这边一照呢要封杀黑棋了，所以黑棋当然是尖出，但是尖出之后这块也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，并一下，之后扳断，相当的紧凑啊，招法相当紧凑。黑棋在逃这块之前有没有可能先打一下让白棋联络，这样对这块会有些好处，不知道阿尔法有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，是不是应该先打一下，打白棋退，黑的如果提白棋就封杀这块，黑的即使杀掉那块，这价值来说肯定是这边损失更大，所以他也不敢轻易提这个被封杀这边的话呢，黑棋再补一手，白棋就再补一手，这个白棋吃的太大了。顶出，白棋长，扳的话黑棋扭断，白棋长，黑棋长这个。黑棋长这个，白的如果这样冲断的话，这个是不成立的。黑棋这一靠夹，白的冲，黑棋一通滚包把白棋全卷进去了。
冲断这个也不像样，被黑棋冲完之后先手一提，这边一断的话，把白棋这块被卷进来了。所以黑棋长到这儿的时候，白棋是不敢轻易来断黑棋的，把这个粘上。你既然提不到，我就把它粘上。黑棋打一下，白的长，冲一下，好。白的吃，白的这一吃呢，黑棋已经宣告是先手联络了。白的断不了黑棋了，如果吃在这儿呢，能保留一个从这里冲断，也是非常奇怪的。目数先损，目数先亏损，以后这里黑棋还有先手，保留从这儿冲断，那么黑棋可能就靠着补一个，白棋这样先亏也没意思，吃掉。好，黑棋先手连回去了，再飞这个，把自己这块连上，同时反攻这块白棋，二路小尖，白棋在自己联络之前先二路小尖，让你走单关，我先都便宜到，然后再连，连完之后这个小尖就绝对是后手了。黑的飞正过来，白棋反正，中府一带双方的纠缠，这个缠斗、还是很精彩的。黑的当然要连上，白棋挤过，彻底的安心了。挤完度过，彻底安心了。黑的呢跳，白棋退回，退回来之后瞄着黑棋这块啊，这块黑棋还不是特别的活的那么清楚，白的比方说贴一贴，有可能断开黑棋，断。粘上，黑棋跳，补上，补上了之后呢？好，黑棋基本上是两块孤棋都处理完毕了，黑的都顺利连回家，都活了。反而中间跳了几个之后，把白棋那块给卷进去了。白棋现在上边这块需要做活，一路飞点是一个常用手机，现在能点到。那么将来收气之后，等于一路弯对白棋的眼位是有好处的。黑棋这陪着走了一个单关，你如果这简单的这样收，走不到这一下，你尖的话，黑棋是直接吃掉的。走这个的话，黑棋也是直接吃掉，等于这两个子一路弯和黑棋一路的单关，白棋再也走不到了。所以说呢，要，这时候飞点正是时机，黑棋必须打，白棋再玩，这个地方还白棋还有一种选择，就是一路打掉之后再拐，但是呢，白棋显然觉得这个一路打吃，这是先亏损。先亏损这个不愿意，白棋不打吃，还留着有其他的变化，比如说是跑出来的变化，但是现在跑出来被黑棋打完再一打，白棋又不敢，所以白棋单拐，那黑棋当然就要打，开劫，这也是白棋拐的时候就预定的计划，总不能粘上，
这棋粘上被黑棋点到这儿的话，整块白棋只有依靠跑这个黑棋打劫杀了，黑棋有个一路做劫的手段。等于整块白棋留有打劫杀这个负担也是蛮重的。或者说黑棋就简单一点，把这个粘上让你补活，这打一下黑棋目数眼位都便宜很多。白棋顽强做劫，因为本身有很多劫材，就到处都是本身劫。拐提回去，挖，这个地方黑棋断一个是先手，所以挖在这儿的时候呢，白棋要吃这边提，挖完不粘，黑棋挖完不粘，想着等会儿再粘，当做一个劫材来打。白棋一看，哎，你既然不粘，我把你给提了，那么黑棋粘上，白棋把这个提当做一个劫材，虽然目数亏损一点，这个给黑棋留下了一个吃两子，但是呢这一来一去，相差了两个劫材了。提又挖，提回去粘，白棋把这个粘上，粘上呢强调尖顶这个是先手啊，你削劫的话我顶这个先手冲过去，白棋还是可以把这块连上的。啊，黑棋是不让连，补一手，白的踢回去，呼，粘上比较细腻啊，这个就观子角度来讲，这里确保一个眼的话，当被黑棋拐过来的时候，白棋这个有个眼目数要稍微好一点。而且就劫材来说呢，粘这个黑棋就没有劫材了，提的话黑棋再扑还可能是一个劫材，接住黑的提过去，冲，提回，退，接上。这个地方黑棋挖完被白棋提当做一个劫材，粘上又当做一个劫材，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早知如此，黑棋还不如挖完直接接住之后再提劫。不知道阿尔法围棋对这个地方是怎么计算和判断的。白棋长，黑棋长，白棋粘上，黑棋提劫，粘一个找劫，提回去，哎，接住，接住，白的呢也接上，这棋一点再一吃，白棋就死了啊！黑棋粘这个是先手，接上，然后提回。白棋一次，提回去，黑的
一路点，这个一路点白棋顶住，以及这打劫的手法很有意思。提回叫吃，踢掉，踢回来，长，哇，接上。这个局部呢，黑棋就看这个局部的话，黑棋走这个，将来可以形成一个白棋扩大眼位，黑棋走这个，这个白棋在气差不多紧住之后走这个的话，将来里面是，是一个双活。白棋现在没有必要走这个，是一个双活。那么，但是黑棋这样打劫，点进来再长，这个绝对是有亏损的可能性的。因为黑棋要做双活的话，它是一个后手，白棋冲，这个当然要断开，提回去，再扑。黑棋是在不停的找损劫，因为这地方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如果普通打劫，黑棋就这么搬一个，白棋得挡，黑棋接一个，白的也得硬。白的也得硬，这都是劫材啊！边收官边打劫也是一种选择。黑棋现在选择了点进来，再长一个，再扑进去，打损劫。如果这个是一个生死劫，黑的打赢了之后就能杀白棋这一块的话呢，当然这亏损几目棋也无所谓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白棋冲。黑棋扑提，黑棋扑，白棋提，黑的提掉，白的冲，这个当然不能被冲过来了，黑棋粘上，白的提，黑棋这一扳，白棋做活。那么黑棋再提回去，好，黑棋在一通亏损付出，这边损了好多目之后啊，白棋把这个一粘，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这块棋的死活问题，黑棋要是加这个来杀白棋的话，我们看看会怎么样啊？白棋打，加应该是黑杀黑棋要杀白棋的唯一的手段。然后白棋再打吃这个，黑棋提的话，白棋再断这个，黑棋要顶一个破野，白棋冲是先手，粘也是先手，黑棋要强杀破野的话，这个一提，黑的总不能这么杀吧？这个很显然，这个劫。这个劫黑棋恐怕负担不起啊！这被跑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提的话被黑棋被白棋这一贴，黑棋不行；打的话白棋拐打，就依靠这个二路拐的本身劫，就把黑棋给反杀了。所以白棋粘上之后，黑棋也杀不掉白棋。那么既然是杀不掉白棋，黑棋在这边。打劫的时候亏损了这么多目数，这个代价就有点大了。好，白棋接住活掉，黑棋也杀不了白棋，那么只有转头收官了，转回头来收官。靠断是这地方常用手筋，靠断的话可以先手把黑棋给打回去，提，先手打回去，然后白棋再提。
贴一个啊，本身这贴一个目数也很大啊，现在也没有什么大官子了，贴一个也不小，而且活干净，一起加持。白的呢，把这线索打掉。之后挡，挡也是价值相当大的官子，给它冲一下，团住，断，断完能这样套打进来，这也能破白棋一些目数。白的爬，给它牢牢粘住这地方，否则被搬一下难受。如果黑棋搬到这儿的话，上边被夹。白棋踢，给它接上，先手搬粘，黑棋接住，冲一下，顶上，长一个。这个黑的不走呢，冲，再冲先手，再吃，黑棋将来还要补一个，这地方就只剩一个提子干的两目棋了。黑的把这个粘上，白棋断，断，要求黑棋这样补回去啊。黑棋呢不肯，这都打在这里。黑的现在形势吃紧啊，所以黑的觉得补一个要输，被补一个的话输了，所以打在这儿，把这个目数顽强的撑住，拼一拼。白棋跳一个，价值也不小。黑的提，并在这里，并在这儿。下一步，白的冲一下，破。把黑棋的眼彻底破掉，然后把这个断了的话，黑棋整块就死掉了。所以并这个是先手，黑棋不能光顾着收官忘了死活问题，黑的顶一个，顶在这儿，顶在这儿是最好的应法啊。白的如果冲这个的话呢，黑棋先把这个有目的走，剩下这个地方黑棋一个。两个，这两个单关连，黑棋必得其一，黑的就安全。所以黑棋顶住，所以白棋这地方下的细腻一点，是不是应该先冲黑棋？黑棋如果顶的话，白棋扳一下；黑棋粘住的话，白棋再并，这样是不是稍稍的好一点？从目数的角度啊，那么黑棋顶这个，黑棋顶，白棋拖一下，黑棋很顶，白棋打吃。好，这棋打吃到这里的时候呢，黑棋没有再继续下下去啊，黑棋认输了，脚上是有棋的啊。白棋一种可能性是打吃一下，然后再弯在这儿，黑棋要活得拖这个。那么当白棋吃这个的时候，黑棋不敢连了，最起码啊不敢连了，连的话我走这个劫就严重了。或者呢白棋扑进去的话，这有一个缓棋劫，白棋吃这两个子应该也就够了，脚上有棋。好，那么脚上出棋的话，黑棋就此投资认输了。这盘棋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，但是仍然是非常精彩的一局。好，这一局就给您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